早安，佛光的观众菩萨，大家平安吉祥。今天呢，用一点时间回答几个问题哦，在留言区里头看到的哦。有一位呢，其实这位师姐应该问了几个问题。那这个呢，我现在看到把它整理出来呢，说她问怎么样参加法会啊？其实您都可以看到我们的早安佛光，您也懂得留言啊。那其实您应该有订阅吧，就是说渥太华佛光山的这个YouTube 的这个频道哦。那如果您有订阅的话，或者您按一个通知，就是如果我们有最新的哦，这些都可以，您都可以看到。那另外就是说我们有一些直播哦，那您也提到过说哦，你终于有一次哦，就跟着上佛学班第一次听讲了。好，那现在当然佛学班进度是有一点到比较进阶了哦，但是你跟着是很好的，多闻熏习了哦。那如果您都可以看到佛学班直播上课哦，那您应该也可以注意看看每个星期天早上10点，好，我们是有直播共修。那我一直提醒大家说，你去看那个相别表哦，就是说星期六、星期天梁皇法会哦，就这个星期六喽啊，星期六、星期天我们是早上10点哦。那有相别哦，就有些这个诵经的内容，然后下午2点也有啊。那原则上就星期六，这个星期六早上10点是洒净，然后上佛供啊，然后下午2点就进入梁皇宝忏的卷一。星期天上午10点呢，就是卷二啊，在家上佛供。那下午2点呢，就是卷三。再来呢，星期一到五的晚上7点半啊，一般平均来说，加上讲开示，大约每一支香都是2个小时哦，各位要心理准备2个小时哦。那么这个星期一到五的晚上7点半，那就是卷四到卷八哦，然后在下一次的星期六呢，早上10点。哦，就是卷九，下午2点就卷十啊，然后在下个星期天呢，就下午2点就30细念的啊这个佛事哦，大概是这样子。所以其实您只要跟着这个时间，然后这个上这个渥太华佛光山的这个 YouTube 的频道的话呢，一定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啊。而且如果您有自己的经本，或者有的人说他可以下载哦，这个也可以看。没有的话，其实您就是对着这个电脑，或者你把它我知道那个 YouTube 是可以好像转到有的电视啊，比较新型的，就它可以看，放大着看，经文都附在。就是说在这个画面上哦，我们都把它这个就是你送我们送到哪里，然后就 update 就跟进到哪里的啊，没有经本一样可以参加法会哦。我这样回答。那第二个问题呢是说，因为疫情的关系没有办法回到马来西亚去，但是已经在马来西亚的道场有登记超荐功德哦，所以他问说参加这个马来西亚的直播就不能飞回去嘛哈，所以用马来西亚佛光山也有直播法会哈，所以他说他就这样的参加，那一样可以回向功德给所要超荐这个回向给历代祖先，这样可以吗？当然可以啊。其实不止您这样做，我建议所有的人，如果您知道的话哈，因为疫情或者是说你像以前比如清明法会，有一些人觉得我应该要去扫墓啊，但是移民在国外又不能够特别跑一趟工作啊小孩啊哦，那这个时候其实如果以前来说就说你就近就在这个比如在加拿大在哪里，你就在就近的道场去参加你去登记祖先牌位然后参加法会。那现在不管您是在当地也好，您在海外其他国家，你一样可以上直播的这个法会，你去参加，
一样可以回向功德，这个是绝对没有问题的，是非常需要的哦。好，那第三个问题呢，应该是衔接在前几天我回答了说在网络上看到有这个焰口法会，我现在看到就是香港，我们香港的佛光道场确实有这个法会哦。那但是内容因为我也没有时间就跟着这样去看哦，里面怎么处理这个招请文的部分，但是我还是建议就是说主要就是你声音不要放出来就可以好、哦、因为道场一定是很如法的、哦、尤其永富法师他的这个梵拜呢是佛光山真的是第一的哦是非常庄严哦，那加上焰口法会本身的这种在整个仪式过程中他的唱诵真的是非常好听哦，那么但我说我没有进去跟着这样子看啊，那我相信就是说我们在看的这个观众菩萨呢，就是您到那一段，你或者把声音关掉，或者你戴耳机，那主要是你不要放出来。我觉得就是只要这一方面把它做到了，应该就是 OK 的。好，好，那么另外呢是有。就是有几个这个叫骄阳似火的这个名字的师姐哈、哦、她提到呢说婆婆身体不好哈、哦、那她很自责、哦、就是说一直疏忽没有带孩子多去关心那我看她第一次的问题提到说她想问呢、就说她想带孩子去这个探望那他还想问，他说：“我还没有皈依呢，家里也没有请佛，现在也还在听经学习的阶段，念佛回向给我的婆婆，会有功德给到她吗？”哦、那他也希望请佛光山道场也帮他念念哦。那我要先就这一点先做一点回应哦，就是说，你有这份心，很好。至于有没有皈依，家里头有没有请佛像或者说您听了多少的佛法，其实这个是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就您这样学习很好，慢慢来但是您要去表达您的关心，是不需要规定说我要皈依之后我要有供奉我要有家庭佛堂，我要怎么办做好这一些之后我才可以去关心，绝对不是的。您有这份心，您的当下的心意是最大的力量不需要其他条件，你就是去，而且应该要赶快去让婆婆让老人家高兴一下而且看到小孙子来会一定很高兴的那么但你说这个道场可不可以帮你念念你念佛回向给婆婆我觉得念佛回向就是说你在家里头念佛回向的功德都比不上你自己去表达你这份心意的功德，这份功德就叫孝这个孝心感动天，孝顺是最大的功德那真的如果说这个堂上父母你不去孝顺，然后你远庙求佛拜佛，我觉得是不能相提并论的那这是第一点我要回应您就是说如果日后有皈依有什么因缘你去按部就班去完成你的功课很好但是现在呢这个对婆婆直接要去带着孩子去表达关心，我觉得这堂功课是更加是需要那你说我们可不可以帮忙，如果你需要的话我倒建议你可以我不知道您是不是，我看不出来您住在哪里那您可以怎么样呢，就说联络当地的佛光山的道场然后说想要为老人家就为婆婆立一个消灾路位就是消灾路位如果立在佛堂之中，那我们早晚课诵了加上法会的功德就加强这个回向的力量那这个都是可以的那如果您说我假设您住在渥太华，
那您就打电话来渥太华佛光山，或者说您就找智印法师，找当家师父啊，您跟他说啊，我相信他都在看的这一些，他也知道的哦。啊，你说需要就是为老人家立个消灾路位，那另外就是说，如果你在其他外县市，你一样是可以这个就我们如果要跟老人家结个缘哦，立个消灾落位，我至少要知道你婆婆的名字，然后才可以这个为她立个消灾落位来为她祈福这样子另外你不要想太多，说怕自己对佛教懂得不多如果去跟婆婆也就是说带她一起念佛念佛最主要是心中有佛了那你说怕讲错了，是不是给佛门蒙羞？不至于啦，不会啦你有这份心，我都觉得是非常的善其实您刚就说在这个里面还几位也回应您的这个问题，有两位我也觉得他们都讲得很好不过就是说法门呢是不要太复杂如果你是汉传佛教这个人间佛教，你就是人间佛教。那如果藏传佛教，就藏传佛教，就不要杂修否则一开始你太混乱了弄到自己到底应该是什么呢因为有的时候同样的法门，但是大家因为语文不同，语言呢翻译起来好像有一些不同，就弄得很复杂那么这个是不需要的我想还是单纯一点好那看得出来您是真的是很有善根，您一听佛法马上都可以不管是惭愧也好，忏悔也好你都知道要可以自己可以再成为更好的人我相信你带着孩子对老人家表达这一份心意这个是最大的功德了今天就我先这样简单回应这几个问题，祝福大家阿弥陀佛。